你学过最有用的知识是什么？啊，姿势。不，知识。哦，盘点现实中那些高能采访。你女朋友是什么星座呀？好像是水牛吧？水牛是什么？九转大肠，你喜欢吃原味的，还是喜欢吃保留一点原有的味道？保留一点味道最好。我以为他不会打人，因为他一拳就打到我的这个，下巴。你好，请问你有没有那种少妇特别多的聊天软件跟大家分享一下？幼儿园家长群。世俗总要男人无惧无畏。你是做涂鸦的呀？哎，对，我要说的就是，红街万达楼顶上有人搁上面拉粑粑了，这么大一坨大粑粑，两坨，这边一个，这边一个，然后这还有稀的。请问现在大街上很多女生都露着大腿，您怎么看？目不转睛的看。哎呦我的妈！喂，你好，先生，请问可以采访一下你吗？啊，什么事啊？听说您中了奖，有什么感受吗？有什么感受？现在也就上上班，回去打一下游戏，睡觉而已啊。哦，那您这是在哪一块中的奖啊？就在前面这个彩票店，我都买了十多年了。不要捅过来。哦，不好意思。那您这个中了彩票来领奖，不做一下什么防护措施，戴个面罩什么的吗？防护措施的话，因为现在都法治社会了，对吧？也没有想那么多，反正我觉得也不会有人敢过来抢的。那您这中了奖不，庆祝一下？不要冲过来！庆祝的话，我当时就去了超市买了3斤五花肉，花了90多块钱吧。哦哟，90多块钱，那您这是中了多大奖啊？10块钱。进入小区以后，在这里可以看到有一个自动的测温装置，请靠近139.2体温过高。再来一次，请靠近140.1。可能刚才在太阳底下晒的时间比较久，所以说现在体温过高，需要再稍等一下才能再量测。请靠近1点，36.4，体温正常。36.4，体温正常。Nice。大爷，您是做什么工作的？我是看大门的。那您喜欢这份工作吗？我喜欢呢，倒是喜欢。后来被开除了。为什么呀？大门给污了。哎，先生你好。你好，我能采访一下你吗？我们是做街头采访的。可以啊。请问一下，今年你多大了呀？35岁。30多岁，在广州这边的话，别人都开奔驰、宝马出门了，你怎么还骑个共享单车出来呀？那我问你，你多大？我也是30多岁嘛。30多岁还有人死了呢，你怎么不是死？哎呦我的妈！您觉得爱情是什么？我不懂了。爱情是什么？我不想。如果你女朋友生病了，需要你的照顾，但是现在呢，你正好开了一把王者荣耀，你会选谁呢？我会选后羿吧，别的我也不太会。你找男朋友有什么要求吗？是个男的就行。你这要求也太高了吧？像个男的也可以。你找女朋友的话，是想找一个小奶猫呢，还是小野猫呢？如果有条件的话，我想找个人。请问，假如你儿子娶媳妇儿，给多少彩礼合适呢？100万吧，再给一套房，一辆车。如果有能力的话，再给老丈人配一辆车。毕竟他给女儿养这么大，也不容易。那你儿子多大了？我有2个女儿。我女朋友一生气就爱摔我手机。我前段时间买的 iPhone 12又被她摔坏了。然后换了个新的呀。新的怎么样呢？新的挺好，不摔我手机。你至今不敢告诉你父母的一件事情是什么？我连父母都不会告诉我，会告诉你吗？是他主动发消息给我说他大姨妈走了，要我晚上去陪陪他。我听到这个消息也很难过，他大姨妈虽然一直身体不好，但毕竟也才40多岁，我还特意给他订了一个花圈送过去。结果晚上我刚到他家门口，他
全家人跑出来打我，还骂我是憨憨。我真的想不到我到底做错了啥子，想了一夜我才恍然大悟。他可能是觉得我花钱买小了吧，花钱买小了吧。王思聪追你的话你愿意吗？不愿意。为什么？因为有几个臭钱就那样。那你喜欢什么类型的？我喜欢马云那样的，比较平易近人一些。班长老拍我呀。不是，这是我们中秋的一个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，滚！左手一个慢动作，右手一个慢动作，左手一个慢动作，右手一个慢动作，滚！